就听给干杯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，就是了。为什么我会说普通话呢？因为呢，每一次我拍五月天的教学的时候，我知道也有很多很多台湾人说国语的朋友看，所以呢，今天我在开头说国语啊，教学的时候会讲翻广东话，系明华嘢都要死靓仔，所以我都唔会玩喺度讲普通话啦。咁啊，介绍嗰首五月天嘅《干杯》咧，系我就咁听嘅时候咧，系完全冇兴趣，但系发觉听一听又几得噶喎。咁加上 MV 同埋歌词相当之正，所以就教呢一首歌啦。玩呢一首歌咧，其实就我冇谂住要教啲咩新嘅技巧，真系纯粹 for 啲五月天中意五月天嘅朋友玩嘅一首歌，先学识一个 pattern 相当之重要，因为呢首歌佢有段 rap 嘅嘢，佢会咁样弹嘅，我哋会。即係你咁樣戳戳地嘅 feel， 佢有少少 shuffle 嘅感覺 ，shuffle 嘅感覺。咁點樣去做呢？我哋先可以玩個簡單啲 chord 先，就係第一個 F chord。F chord 咧，其實咧份譜都寫住要你玩 bar chord 嘅，咁你中意玩 bar 又得 ，bar 唔到咧就玩翻一個 lay 嘅 F 俾佢，即係唔使彈低 C、第六同埋第五線嘅。我玩呢個啦。呢個彈法好簡單 ，one e and 啊，淨係要 one 得啦 ，one。E and R， 然后 two E and R， one E and R， two E and R， two three four， one E and R， two E and R， one two three four， one E and R， two E and R。我啲头两拍系相当之简单，但之后 three E and R 攞你命啦。点解咧 ？three E and R 第一下系喵嘅，然后 E and R。怎樣做一下佛一聲呢，其實是用手枕位同時間一起落，這個是一個令到首歌的 pattern 錯的效果來的 1E and R 2E and R， 同步了 OK， 1E and R 2E and R 3E and瞄得不夠靚咧，我會在呢一邊放鬆嘅手，即放鬆，用力放鬆，用力放鬆。One E and R two E and R three E and R，OK， 然後好簡單 ，four E and four E and R 加埋。呢度已經夠你玩死你噶，呢段已經 OK。但最麻煩就係你會發覺譜入邊佢會有一個巴分開兩個 chord， 出嚟嘅效果變咁咯。OK， 點樣嚟嘅咧？呢段嘢好麻煩啦。譬如話開頭第一句，佢會歸入一天嗰度 ，F F F A A one e and a two e and a 係 F。three and a four and a 係 A minor，OK？ 呢個係需要係拍咗五分鐘，你要自己要去練嘅嘢啦。明白 ？OK？ 好啦，咁識得個 pattern 之後咧，分開練啦。pattern 搞掂之後，試下話 chord 第一個 F chord， 照睇咧唔特別長講啦。跟住 A minor， 跟住玩 D minor。但我主要玩一個 D minor seven 俾佢好聽啲，玩四三二一四 A minor， 跟住攞你命嘅 B flat major F F minor 吞過嚟第三格咁耐，見到我咧食指中指我係咧兩手比手指幫住 C。開頭練習的時候不用玩咁複雜的法子，做一下可以跟住唱，可以播歌都可以。會不會有一天，時間真的能倒退，退回為了我的愧，不去那柔柔的歲月。OK， 跟住下一段一樣。
也许会有一天，世界真的有火锅样，也要和你决定回一浪的天，和你再干一杯。喺呢一個位置，其實根本上錯嘅，你已經玩死噶啦。OK， 咁即係你本身彈開 chord， 你就唔會睇呢段嘢添啦，咪簡單一位係咪？咁去到呢個位咧，我係玩翻啲好簡單 pattern。如果你想話多少變化咧，可以咁勾線。啊，所以睇錯 chord， 即係你可以勾線 broken chord 又得，冇所謂嘅一件事。去到 rap 嗰段咧，咁我做翻啱個 pattern 咯，呢個 pattern 啦 ，F A minor。聽下個效果會點嘅整首歌中用的玩法，因為我唱不到它那麼高音，它又那麼好聽，所以齋彈齋給你看一次先。其實沒有特別的難度的，開頭就是跟著份譜彈，見到一個bar兩個chord嘅咪照彈咯，冇分別係咪？去到 D minor 佢 rap 嗰段我真係唔知咩嚟，完全係冇分別。你可以望住份譜睇啦 ，OK？ 去到副歌你就可以錯翻呢個 pattern， 但就唔使瞄線啦，我淨成個去嘅。So chord， 開頭我第一下是一下算的，去到第二次的 chord 我會去附啲。咁其實成首歌未動聽出嚟，最大分別就是 A 段咁樣嘅啫。所以呢首歌可以好容易玩 ，bar chord 係最麻煩的部分 ，pattern。分別就是要瞄線和不用瞄線。OK， 詳細嘅話可以睇翻我嗰、那個譜啦，喺我網頁度，而家要有 PDF 檔啦，可以好睇好多啦。OK， 中意嘅話可以訂我頻道，喺度 Facebook 都可以，嚟緊都會有一大堆五月天嘅教學系列嘅。Yeah。